Lillian.没呀，哎，方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哎呀，哎，王轩最近怎么样啊？他好不好啊？帮我跟他问个好吧。有药不是他，我们这小生意怎么做得下去呀？你可以把花送过去吗？方小姐，你要的话当然没问题呀。给你送到哪去啊？送到你的 club 吗？没有，送到我家。哦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我马上帮你送啊。你还站着干嘛？赶快进去啦，快点呐！看看看，天到晚偷懒着。